FBP TL-HH07 注塑防爆盾牌。采用注塑成型工艺，盾体局部凸面、凸条台和边缘加厚加强的结构，使抗击打能力得到有效的提高，抗击打性能是普通防爆盾牌的1倍以上。注塑防爆盾牌盾体四周边缘加厚至6毫米，在上端再设有2道凸条，当砍刀砍入盾牌时，受到多道的阻力消耗能量，可增强防刀砍性能。注塑防爆盾牌由高冲击 PC 塑料加入抗紫外线材料，用模具注塑而成，以达到增强抗紫外线性能，延长使用寿命。通过对凸面、凸条台和边缘的合理设计，既增加强度，又带来外表的美观和增加了威慑力。主要战术指标：盾体规格930毫米×530毫米，厚度3.8毫米，防护面积0.49平方米，盾牌总重量约3.1千克，抗击打强度提高15%，抗击打能量提高40%。